OK，now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图吗？可以的。我给你10秒钟，你集中看哦。等一会儿我问你问题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好。我怕。谁拿着绿色的书？谁？有三个孩子，白人、黄种人，还有黑种人，谁拿着绿色的书？黑人，黑人。黑人。OK，好。女孩，哎呦喂，女孩穿着什么颜色的裤子紫色，？Really？不知道，等一下再看啊。白人男孩的眼睛是什么颜色？蓝色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是黑的。黑的。然后女孩子的裤子哪里是紫色？是绿色，好吗？绿色。绿色。绿色，那绿色还是紫色？你看得到颜色吗？这个颜色是 Green，我的 nightlight 现在暗，因为有可能，因为在我的看法是蓝色，中间它是蓝色的裤子，刚才你说的是紫色，紫色，对，所以紫色我，how do you say that？紫啊色，purple，purple。，purple，yes，啊，只对了一个哦，拿着绿色的书是黑人，你可以听到这个我，等一下哦，这个声音你听得到吗？没有，没有听到。OK，啊，可以要弄下。好，下一个，10秒钟哦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结束。来，有几朵云？有几有。朵云？哦，我知 Yes，有道，几朵云？你不知道四？You 个，can see 啊，四有四朵，个，四种四云，朵朵云四朵，的云的量词是朵哦，四朵云。OK，好，四朵。好，它的嘴巴是张开的还是闭着的？那只鸟，那个人啊闭着的。？OK，好，一共有几个苹果五个。？Right。我看一下对不对哈，嘴巴是闭着的，是对的。苹果是四这个，云有个几朵？有几朵云？两个有两朵，两两朵。朵云，它Yes，云一的啊，量词不是个，是朵，我两朵云。嗯，对两了朵。一个。你说你这个 OK？我们一共有四个水果，四个苹果。这个鸟它闭上它的喂。嘴巴，嘴巴，闭上他的嘴巴，张开嘴巴，闭着嘴巴，闭也着可嘴以说张着嘴巴，闭着嘴巴。Here，哎呦喂，OK，所以有两朵云，有两朵云，他的嘴是闭着的，闭着的。Yes，不他是的张嘴开是，的，Yes，他的嘴是闭着的，不是张着的。一共有四个。四两朵云啊，四个苹果，四个苹果。哇！我你觉怎得么这每个次只很……对一个？哦，如果我有一个对，我已经开心了。我以为我会拿着零。OK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还有下一个，好，再来。10秒钟哦，十、九、八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，开始。狗在笑吗？快回答，狗在笑吗？
狗不在笑。OK， 好，你的答案是狗没在笑哈。爸爸的衬衫是什么颜色？青蓝色的。爸爸的衬衫是青蓝色的。蓝色吗？蓝色。OK， 他穿着两个衣服。但是只是说衬衫。哦，衬衫。Shirt。Shirt。Yeah。青蓝色的 light blue。OK， 好。妈妈拿着什么 ？Popcorn， 我会找到。OK， 爆米花 ，popcorn， 爆米花，爆米花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？啊？爸爸的 shirt， 衬衫是白色的。狗在笑啊，狗有在笑啊，狗在笑。你看哪里？你在看哪里？你只对了一个，就是妈妈的爆米花。你对了一个妈妈的爆米花 ，OK， 好，你看错了，你看到他的青蓝色的是他儿子和妈妈的 ，OK，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下一个难不难？难，那这个中文不难，但是这个记得这个图片有什么内容？It's easy for me. 你下次可以用那个英文的给我，可以，我可以玩，可以记得。OK。报仇。好，下一题，准备好了吗 ？Yeah. OK. 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二一零 start， 一共有几只鸟？一共有三只鸟。三只鸟 ，OK。下一个，男孩的内裤是什么颜色 ？Do you know 内裤 underwear？ 他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我记得是蓝色的。男孩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蓝色。好，你答案是蓝色。好，沙滩上有海星吗？有，沙滩上有海星。OK， 海里有鱼吗？看不到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觉得第四是，如果你看这个图片。没有鱼 ，OK。但是如果有可能有鱼在里面，我们只是看不清楚。OK， 我就是说这个，那就是没有了。你在图上没有看到鱼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没有 ，OK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共有几只鸟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刚才三个。OK， 一二三四五。哦，我看到三个在外面。他们两个没有在，然后。他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你看一下。哦、什么颜色？绿色。他的内裤。哎，对，他的绿色啊。沙滩上有海星吗？有的，非常好。这个海里有鱼吗？没有，没有鱼。OK， 你对了两个了这次。哎呦，两对。两个，一个海星，一个没有鱼。你对了两题了。对啊。哦，恭喜恭喜！好，下一题准备好了吗？行，可以的。好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这幅图里面有老鼠吗？没有老鼠。啊？这幅图里没有老鼠。好，你的答案是没有。好，狗吐舌头了吗？有，狗吐舌头了。嗯，好。蝴蝶是什么颜色？这里面。哇，这个蝴蝶是什么颜色？黄色。好。这里面的猫有尾巴吗 ？Tail。尾巴，猫有尾巴，有。
有这里面的猫也有尾巴，这个猫有尾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里有老鼠吗？这里有啊，这里有老鼠啊。你说没有有？有的。然后 butterfly 这个什么蝴蝶是什么颜色？我说了黄色，所以我有一个颜色。也好吗？一点黄色。其实我这这是紫的好吗？好。那猫有尾巴吗？尾巴。不乖，这个猫不乖，没有给我看看尾巴。对，它没有尾巴。没有尾巴。但是你说对了，狗吐舌头。狗有吐舌头。OK， 好，越来越难哦，不错哦。所以这个蝴蝶你会给我分数或者没给？不会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美国人怎么样，但是中国人说蝴蝶的颜色的时候是说它的翅膀的颜色，哎，它的身体we don't care， 我们不看它的身体是什么颜色，但是我们一般说它的翅膀，所以它是紫色。但是它的翅膀有两个颜色，对不对？有紫色也。OK， 也好，那给你分。对，如果一个人说紫色，你会给他们分数，他们忘记黄色。也给他分数吧，给他 half 一半。这么好，一半的分数。好，下一题准备好了吗？集中哦，开始。哦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没有那么多东西要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他喝什么？橙汁。Yes. 橙汁。果汁。橙汁。橙汁。Orange juice。他喝过。OK。他哪只手拿着杯子？左手还是右手？他的左手还是右手？他的左手哪只？他用左手哪只杯子？拿着杯子 ，yes。他系腰带了吗？系腰。腰带 ，do you know？ 这个系腰。腰带就是我们裤子和裙子上 belt。Bell. Yes, belt. Belt. Yeah, belt. 系腰带了吗？系是动词。他系腰带了吗？穿，所以他系是穿的意思。Yes, but 腰带不能用穿，腰带只能说系。他系腰带了吗？他系腰带了。Oh yes, 这次你好像都对了。真的吗？Yes.他喝的是果汁，然后他的左手拿着杯子，然后他系腰带了。系腰带了。你今天系腰带了吗？现在不太。不用。太 ，it's too hot， 太热了。太热了，对对。现在几度 ？The temperature？ 我要看手机，我的手机在不一样的地方。一下我会找我们现在的温度，用摄氏度，中国人有摄氏度。Yes, 摄氏度，亚洲人喜欢摄氏度。我们是28度现在。我们是22。啊，你更凉快。Here is 28，这里更热。对呀，对对。不过你那是晚上了。对，晚上。摄氏度是 Celsius， and 这个华氏度是 Fahrenheit。Yeah， 华氏度。And 卡尔就是 C Kelvin K。Yeah， K。太复杂了，我不知道那个他们算的。我们都是用摄氏度。摄氏度。Yeah。OK， 所以太热了，你不系腰带，对吧？对啊，其实系腰带没有那么舒服，因为我的衣服，适合我。但是如果我去一个地方，比如约会或者见人，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会系腰带，或系腰带，
或者穿西装 watch 哦，戴表的时候要系腰带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情况戴系腰带 wearing a belt or 戴穿去穿这个时标。戴表。戴表。Yes。戴表，因为我觉得戴表和腰带没有那么方便。 好看。我常常系腰带。哦，是吗？裤子太大了。哦，我裤子的腰不合适，但很不舒服。但每次如果不系腰带，裤子就往下掉。也没有那么容易买那种买到我合适的鞋，还有合适的裤子，非常少。可不可以问？ 因为我知道中国人、美国人的size是不一样，所以中国的零、美国的零是不一样。对，你会买什么？多大的裤子适合你？对，我穿25的腰。25，我穿25。我的裤子是25的，但我不知道美国是怎么算的。 有时候，但是25的很少，只有26，就普通的都是从26开始。然后一般男生是28开始吧，男生是28或者是30，男生不知道，男生应该是28或者是30开始。你应该穿30的吧？我觉得我有一些裤子是28，但是现在。 没有那么容易穿，不舒服。哦，美国卖28和30，但是28是你刚才说的，对，是最低的，所以不知道是一样的28，但是我们买衣服也有28是最低的。也应该是差不多吧，因为这个什么，我总感觉美国人的。 个子很大，所以他们的衣服 so big，我看上去那个特别大，太大了。对，所以我买衣服的时候，我也是来最小的，因为个子没有那么大。<笑> OK，好，我们看下一幅图好吗？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这个颜色的问题这么难，其实很难。 10，9，8，7，6，5，4，3，2，1，0。Are you ready？ 你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可以说的。乱回答，乱回答。 我不知道，我准备好，因为我看到第一个问题，我已经怕。<笑>有几个人戴帽子？有一个人戴帽子，是男生。哇哦，对了，花瓶是什么颜色？花瓶是什么？花瓶是carpet? Flower. Flower vase. Yes, vase. Vase 哦，喝一瓶酒，花。呀，花瓶。哦，有花瓶，我看不到。有花瓶。我猜，你猜，粉红色。粉红色哦，好，下一个，有几个人张着嘴？张着嘴是 lipstick。 Open mouth。 哦，张着嘴 ，open mouth， 张着哦。 零，有0个人张着嘴，没有人 ，nobody。 OK， 有蓝色眼睛的孩子吗？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你有一个人戴帽子，然后你猜花瓶是粉红色，然后你觉得没有人张着嘴，然后没有人有一个人是蓝色眼睛，对吧？
你觉得？对对对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没有人是蓝色眼睛 ，No one or black， 都是黑的，都是黑的。来看一下花瓶，花瓶在这里，花瓶，不是粉红色，它是红的，红的，粉红色有红在里面。哦，对啊，但是红和粉红不一样，好吗？然后有几个人张着嘴 ，open mouth。Only one，、oh, 有一个人， no. 有一个人张着嘴，有一个人张着嘴。OK， 好，你这一题对了几个啊？对了一个，